不要拍了吧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黑羽。对，我现在刚喝醉，喝的有点多。这部影片其实是要募集，就是300,000订阅 Q&A。各位有什么想问的问题，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说。这样，之前10万、20万的 Q&A 其实都没做出来。然后就是你们想问什么问题我都在做，但是你们不要问一些就是那种嘿，你可不可以去什么什么地方做什么什么事情，这个已经变成你问我答了，你问我做了。对，记住各位，我们今天是主要是问问题就好了。 OK， 我可以用其他方式呈现问题，对，问一些有营养的问题。一直掉下来。好了，那你们喜欢这一片，可以在下方那个订阅区喜欢。那这一期就是我个人的 FB， 按照我个人还有对我的小贵。最近 FB 的按赞很少，你们可以去尊重一下，搜寻黑 LIB 就有了。那就跟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